新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带来的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的一局。那么两位棋手呢是柯洁九段和龚子豪九段，也是龙星战 B 组的第十局。那么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黄一中老师。黄老师你好。非常高兴为各位棋友讲解今天这场高水平的对决。龚子豪好像在之前已经是三连胜了。是的，赢了很多的高手。柯洁应该说是最后一个擂主吧，所以说今天龚子豪好像说是已经出现了是吧，在这个组已经提前出现在 B 组，然后呢柯洁呢这盘赢了是肯定出现的，那么这盘棋呢可以说是对龚子豪来说呢应该说是压力比较小的，是柯洁他必须得争胜。我们看一下他们现场的画面。柯洁猜到了黑棋，应该说这两位是这中国的等级分都是非常高的，柯洁是第一名，目前是排名第五，然后呢龚子豪呢是排名第五。所以这盘棋肯定会非常的激烈，对，感觉柯洁跟龚子豪他们因为年龄也比较相近啊，就是一直以来的对手。好，他们现在开始了。龚子豪是98年出生的，柯洁是97年。还小一岁，龚子豪比柯洁是10，看上去柯洁比较有气势。10，他们此前好像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交锋记录啊。然后最近三年好像是下了五盘棋，他们之间哦五局，然后柯洁好像是以3胜2负稍微领先一点，稍微领先一点。好，那么我们先跟上他们的进程。新小目，这其实不是很常见这样的小目最近。包括这样手脚，好像最近都是下这个二连星开局的多，或者那样错小目，黑棋小目是对着那边啊，冲着这边的。但是这个二尖高，这个高手脚还是最近还是最流行的一个手脚的方式。觉得这样子是更加的重视中央的发展。对，而且他如果是无忧手脚和大飞手脚都很怕人家很多地方碰啊，借用对借垫脚是最有心的布局，挡了。黑棋是飞一个飞一个，现在白棋就要面临一些选择了。最普通的肯定是顶了一个，是最简明的，那我就挡上吧，这样是最简明的。这个好像就是直接让你没有任何的变数。是。如果觉得对这个变化有研究或者有自信的话，是他实战就是拖了。拖了一个，这就会、会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很激烈的变化。是，好像最近啊，黄老师，我看棋谱还下的挺多的。就是有可能黑棋会让他实战翻下来，是不是大家最近又对这个有了新的研究呢？有可能。柯洁是搬了，这样顶了。
如果白棋没有退路了，白棋不可能退了，退的话被黑棋粘住的话，这样白棋就亏了局部，所以说现在白棋方，那我肯定是长，嗯，那就要成为这个对我们俗称的米氏飞刀了，我肯定必然形成一场激战，嗯。嗯，应该是只能断、这个、肯定是要挡住。嗯，如果搬粘的话，被黑棋接住的话，那样的话，这样，黑棋是稍微有利的，这样定型。嗯，所以这个棋冲完一定是要断这个的，断在三路。嗯，断在三路，他试战也是断了。好像接下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这些高手来说都是很熟，轻车熟路。对，就好像那个大雪崩定式一样。对，前面多少手都是固定下法。嗯。20黑棋应该是尖，对，他还没有走。28尖一个，嗯。这个棋就是这个。啊、哦，白棋基本上是要长这个的，嗯，定式。长呢，我争子不利，我肯定得放。对对对，这个棋要注意一下争子，就是说，白棋搬的时候，嗯，这个黑棋如果争子有利的话，在这个争子的话，黑棋就是打，嗯，如果黑棋这个争子白棋争不掉的话，黑棋是可以跳的，可以断这个的，啊、嗯。就是白棋如果这个争不掉，是不是白棋对白棋肯定要稍亏，这个如果白棋这样下的话，这个争子不利的话，大家要注意这个争子，嗯，比如说这边有黑棋，当时这边下了一个什么定式以后，黑棋现在白棋争不掉了，是这样，黑棋就可以断了，是这个，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定式都跟争子有关系，对，而且现在这里面的变化实在是太复杂了，是，所以黑棋现在争子不利，黑棋只能搬一个，嗯，跟上他们的进程吧，嗯，白棋虎，那我肯定是粘，嗯，就白棋实际上这个地方也，嗯，就是也不是说被一虎我就死了，白棋其实是要吃黑棋的，对，现在就是说是一个杀气，这一块棋，嗯，黑棋跟白棋杀气，它是先拖的一个，是，嗯，好吧，啊，他没搬，还没走，那我也会。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你不搬的话，就只能打这个。但是打这个，黑棋很有可能就搬起来了。嗯，我打这个可能还是不太满意啊。实战也是搬了。嗯，黑棋搬，这里是绝线。这个肯定要硬。嗯。黑棋粘哦，他们的落子都飞快呀。这样的话，如果白棋补这个断点的话，黑棋肯定要点进来，形成一个杀气。嗯，这里面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复杂。我看王老师前两天他们昌棋杯当中，嗯，也有这个时候虎一个的，啊，先的，对，好像也是好胜负。嗯。这盘棋没有这样下。嗯，哦，它是连扳，打掉。嗯，这棋如果不打掉的话，如果直接加的话呢，这个地方就要担心白棋从这边断打出来了。嗯嗯，这样我只能吼出来吧？对，那要白棋尖这个。哦，等于这下再也走不着了吗？嗯，不是这样的，因为是，你如果打掉的话，以后呢，黑棋就可以跳在这里。这样的话呢，我这个尖了长这个的时候呢，哦，黑棋就可以跳出来。是，你如果这一下没有打掉的话呢，这地方尖了长，你跳这边白棋就直接靠死了。对，你接住这样一扳，你再打不着了，这样就被外面闷死了。对，棋精死了，嗯。所以这下如果不打的话呢，白棋有可能要从这边打出来。哦，嗯。
那打掉这一下的白棋就算了，打掉白棋就无法从这边打出来了。再打出来的话，我这一跳的话，这个非常难办。看他实在，他是打完了，他们实在是打完了加的。对，另外一个方式，白棋是把这个吃掉了吗？白棋立。黑棋点。黑的点，白棋把这个打爬了。打了这是形成一个转换了吗？应该是转换。这个棋局部应该说是杀气，应该说是黑棋那个。白棋黑棋快一气，如果正常来打的话，粘住。哦，我是怎么收气呢？你就正常接住收气就行了。是扑，这样是锦旗的要的打粘上。这个已经大家看出来了，黑棋不用去挡这个攻这一气了，对，直接收就行了。对，这样黑棋快一气。嗯，所以实战这个结果呢，就是一个转换。白棋取了外势，黑棋把这块棋吃掉以后呢，获得了实地。哦，那这个感觉是双方都能接受吗？这个变化应该是双方都能接受吧，不然他们也不会不会这样选择了。所以他们应该都有很都有一定的研究。看一下他们的进程。接一个，接现在就是说黑棋的这个柯洁还想对白棋这一块提这个花的这貌似很厚的棋要进行追究。让你慢慢的变成没有眼的棋，甚至他只要逼你做活的话，你效率也会变得不高。糊了一个。不过现在这样看上去好像是感觉黑棋的实控很多呀。是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完全实地化了，但是两边还是挺可观的。加一个是手机。黑棋加。哦，这个时候白棋哦加了一个。这个是有研究吗？这应该是局部的手筋吧。因为你如果普普通通虎的话，那被黑棋长就太舒服了。对，这头在前面了。他的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敢轻易的往外长。这样长的话呢，我就这样吃。那我这是打劫吗？打劫，但是问题是白棋这个地方现在局部有一个劫财。哦，这个扑是劫财。对，劫签。对，这样走完了，提了是不是黑棋没有劫财了？对，那你如果没有劫财的话，被白棋接住的话，那你这个三个字就变得很难跑。而且现在你这边气紧以后，这地方将来这个打可能都要出问题。对，有差别了。对，是，所以说黑棋可能不一定敢轻易的往外长。他现在正在想柯洁，他可能在想他是不是这样打算了，冲了打。哦，从这个方向长这样的话白棋是不走吗？白棋将来这些点都有是先手，都会有些利用。倒也可能是一种选择。黑棋他在选择吗？是接住还是往外长？是哦，他实战是粘了。粘住，那白棋肯定要挡住。对，现在这个棋盘上是柯洁的脑袋向前倾一点。他可能在想接下来那黑棋肯定还要硬。黑棋这肯定要硬。黑棋不硬的话被白棋飞下来，这边还有收气，这手气太大。他是断一。你是要作战吗？黄老师，不是作战的意思吧，他应该是想把这个子断重。就是说我肯定得逃一下。对，我再走一下啊，争个先手的意思。争个先手现在这边啊，因为你如果直接在这边猜的话呢，白棋肯定是不会硬。将来你再断的话呢，白棋有可能就从外面打了压过来了。所以他的意思想把这个子走重，然后他再出头。
是，这果然如您所说。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不能被轻易白棋被白棋下来，这下来这手棋太大了。嗯。那接下来白棋应该也会正常的应一个，把它争吃了。嗯。这样的话呢，将来黑棋还有引针的借用，对，借用白棋还要担心这个子将来这个引针的时候跑出来。嗯，这个柯洁是把这个下边的棋盘结结实实的挡上，他是刚才先冲了一个。哦，大家都说他下棋的时候很喜欢这个挠头。嗯现在这个棋就真的是变成实地外势的对抗了，白棋这非常厚的一道外，黑棋这个吃了就空眼的，黑棋这边还一块。对，白棋的棋真的有点担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外势转换成实地，对，发挥出来。靠了一个。他靠的意思也就是有一点间接的防这个黑棋跑出来，他在这边走的话，将来黑棋跑出来就不是太严厉了。那白棋现在应该还会在这边走吗？靠完的正常的他应该是会在这边下吧，是，不然的话他也没什么便宜的，不走的话。嗯，那黑棋应该也会硬再爬一下，对，这不然被拐下来好像有点大。啊、哦，再爬一下，那白棋再长吗？二八。白棋照理说还是应该继续下，不然的话也没便宜到、嗯。是。但是有可能这个顶先手，现在白棋这个顶有先手的意味。嗯。有可能顶完这个先手便宜，也有可能脱先。黑棋如果爬的话，白棋这个顶了。顶是我必须得硬的，对，不然的话被打了冲，这边还有扑的棋，是不敢冒这个险、这白棋有可能在脱先了，占什么大场，这边、哦、连骗一个，这边分头也很大。你看黑棋后面爬了，好像对于这个尖冲，王老师您觉得也可以马上就不硬它是吧？对，好像也很多不硬，但是不硬其实这手棋挡下来也挺大的。嗯，你大概贴起来贴我就往外藏一手，这手棋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是柯洁他现在陷入了一个长考，他可能觉得这手棋不是，他可能在想是不是先手、哦，他没有硬，不硬，他觉得他担心再爬的话白棋脱先了、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被白棋先手便宜了，这边对引争的再不严厉，他是分了一个分头了一下，是它分在对这个位置。嗯，他可能觉得分头在这的话，将来担心白棋这样逼过来，然后这边再拐下来，这块空有点大。嗯，所以他现在分头在这，侧重于破这边的白棋的势力。顾子豪是。逼住，从这边逼住，嗯，拆二，这都是很正常的进行。嗯，那这个地方就也不花一手棋再走了。对，这边可能就价值看清了，白棋拐下来，这边黑棋飞，这边价值也不是特别大。嗯，你拐下来毕竟是对黑棋没有直接的威胁。嗯，可能马上。对，收不到他的棋，是个关子了，这就是一个关子，这个关就变成。嗯、哦，这个棋，顾子豪好像走的很大局啊。他可能就是想侧重于这边的模样吧，而且这手棋多多少少还是跟这个争子有点关系。嗯。20。这个棋下的确实是，黑棋就是一直在破黑白棋的这个形式，对，嗯，捞取实地。他又飞 了，因为黑棋不飞的话，被白棋再一飞的话，黑白棋一边成这个空，而且攻着这个黑棋，这手棋是非常大的。嗯嗯，这个飞，这样黑棋就安定了。对，现在白棋肯定大概也不会在这一带下棋了。嗯，
肯定要在着眼于这边，怎么应付这个尖冲这个字。是，不过现在就即便这样的形式，看这个尖冲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点。嗯，也不错。他好像走在了这里，好像。嗯。是。夹击他了。肯定要对这个子采取一些措施了。正常的，不是压就是挡，是吧？从局部来说。嗯、是。如果挡的话呢，白棋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重？这边其实这个 B 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我就换一手在这儿。嗯，白棋。是。万一我将来是不是有心情？对，下一手再尖。再尖一下。因为这 B 完以后，这将来拖三三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手段。嗯，是的。还有一种就是往上压。压我顶吗？嗯，还是爬？爬我顺势搬下来，你好像不一定便宜吧？三十，可能正常就是顶一个，嗯，那就拐一下。压完了，就这边白棋脚上更加的结实一点。是不是黑棋还依然是一个不活的棋？对，要被攻、嗯，他一直在长考。长考，看来这盘棋。柯洁用的时间对很反常吧、嗯、一般他还是落子很快的，对，一般时间他一直都是占优的情况比较多，嗯，要通过这个时间给对方施加压力，嗯，顾子豪我觉得好像是一次都没用，对、嗯、基本上应该都还是正常落子了，柯洁、嗯、一直在想这个地方啊，他好像逼了一个、哦、逼在这、嗯哦、这里他可能就觉得这被白棋逼过来比较大，啊，嗯，白的选择了非常爬过的一爬，嗯，是啊，既然你不走，我就爬。现在这个尖冲就不一定便宜了，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棋的话，嗯，这个尖冲就是有点损控。那这个子是不是不能轻易死啊，黄老师？但是现在大概也不会跑出来吧？现在跑出来有点重，嗯。那就是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这边打入，对，这边这种打入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嗯，瞄着这边的一点接应，对对是的，嗯，柯洁没有走呢，还，另外这个飞起来也是一步非常大的棋，那这样的话白棋会互围吗？这就不好，嗯，白棋如果不围的话，可能也不知道下什么吧。嗯、这块棋，这块空如果不围大的话，实际上白棋好像不好，不容易跟黑棋抗衡。嗯。但是黑棋飞过来的时候呢，白棋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脚上想点办法。啊，留一点余位。不然的话，这样的话被黑棋全程成空的话，这个效率还是太高了。是。嗯。他实战黄老师走了一个横。啊，跳了一个。对。跳一个，好像没有在我们说的这一段行棋啊。跳一个，他是不是觉得被黑棋白棋飞？哦，盖住，嗯，是吗？这样压你，如果挡他这样压过来，这边他觉得这边空也非常大，他这里、嗯、觉得有价值。但是飞的时候黑棋都，但我还是比较认同您这一招，觉得反正那是眼见的好点，那个飞、嗯，包括这个打入的。是，他们一跳就成了另外一个格局了。白棋进来了。哦，这个点，这个是不是顾子豪觉得这个点也是这个局部的黑棋有些棋形有些弱点的地方呢？我们正常挡这个。挡，挡他是拖吧。拖一个，这样这样是最简明的定型。在打吗？嗯，可能脱先了吧，走了，嗯，走了，这是最简明的一个定性。是，嗯，白棋就是有拖的下法，黑棋如果搬呢？搬这里。嗯、对，就是大概接住白棋。先上，啊、嗯，搬。虎一个。那我再。跳还是大飞？这样吧，嗯、就活了算了。好像黑棋要想吃这块白棋也不容易。嗯。他实在是选择了非常强硬的一个三路钉啊。这个、他可能觉得，其实挡这边或者挡这边都是有可能的。嗯，
正常的。嗯，他可能觉得现在这边有子，这边有子的话，现在你这个点进来，这个就完全不给你对活路。对，这就是要强攻。现在，嗯，他觉得我这边子比较多，这个又考验白棋了。皇上，您觉得白棋会马上贴出吗？应该得在这边想办法吧，不然就是不能让这儿，因为你这边不走的话，我再飞过来，你如果死掉的话，那你这两个就有可能损了。嗯，哦，是，你本来将来拖三三还，我想杀你还不容易。嗯，所以肯定得想点办法。我这甚至单爬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杀掉。嗯，爬是我应该正常是长，嗯，然后我就这样飞一飞。这样我要是再硬杀似乎有点儿，对，也不容易，我没有这个勇气吧。那我煎一个。对，煎完你如果接我再煎好像基本活了，活行。嗯，局部来说好像要想黑棋把这个子全煎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嗯，那是，嗯，就看他的选择了。对，看他，因为这快棋这时候就是棋感很重要。嗯，这时候顾子豪肯定要想一想，还或者是往外冲。冲的话，我会这棋肯定要扳住。嗯，或者是断，好像不行，就往外冲吧，冲击。这样，那好像是一本道吧？我应该只能长了。正常。嗯。这样，你如果粘住的话，他再飞一个，好像这棋看起来。看起来危险吗？对，出路有点，可能还是得往这边拐了什么飞啊，在这边找掩位。对，但是如果，嗯，黄老师，如果说我能把这块就这样子，嗯，假设白棋就逃出的话，嗯，那不是把黑棋的形势也全部破光了？那主要看你逃成什么样了。这个你如果是特别苦的出来，黑棋应该也可以下。嗯，首先你从这边的这个包围圈，他肯定是不会让你出来的。嗯，你冲他肯定要扳住你什么的。啊，嗯。嗯，还是往外这个，哦，他实战可能就会下成这样。嗯，他还没站这里面，现在不过他已经，你如果现在已经走重了，你如果再在这边下的话呢，嗯，你就大飞不了了。大飞的话他有可能靠，哦，对，这个刚才下不出手，现在可以了，他有可能把那边给吃了。嗯，这样子。嗯，这边走重了，对，亏损。对，刚才黑棋是不能考虑。对，黑棋在刚才吃的话，白棋冲断的话，白棋是可以满意的。嗯，哦，他现在煎了一个，这个，哦，没有粘。对，他觉得保留这个味道。是，直接小煎在这儿。他煎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将来保留这个挡的下法。嗯，因为我接完以后，你飞我再煎，肯定是煎不着嘛。嗯。我在你这个不接交换之前，我希望能尖找一下他，希望就是说他希望你比如说不管在这边补棋什么拐还是补，他在这边尖找一下，他这个跳出来什么跳出来多个尖，这边出头就顺畅多了。嗯，哦，柯洁贤也没有，实在不愿意被，哦，这个很凶啊。嗯，好像这是属于很强悍的这个手段，因为他可能觉得这块空如果被你无条件的逃出去的话，被白棋他接受不了，也接受不了。嗯，是啊，哦，这个一下就是变成激战了。对，白棋现在挡了。嗯，所以这个尖还是不错的感觉。嗯，保留这个挡下的变化，比这个粘住的话，对，那粘住显得太重啊。嗯，很僵硬。对，这样灵活。那黑棋断，对，嗯，是，嗯，断他肯定这个地方他肯定要想办法把这几个弃了，我估计。嗯，但就是黑棋可以，嗯，对，吃掉白的。对，然后但是我从这边转换出来，从这边。嗯，这样子看起来白棋这个也有所得。也可以，因为这边将来跑出来以后，这将来还有一些拐的利用啊，还有这边什么拖，如果这边有个贴的话。嗯，还有这种拖的，这个拖了，嗯，你是搬不下来了。搬我可以断这个。对，嗯，有一些味道。那要这么说的话，看起来不错，这个
对，白棋，白棋弃子，黑棋也没有吃很多目。如果这还要被锁，对，因为本来这就是黑棋的空嘛。嗯。现在我再穿出来，对你这个子还有很大的影响。嗯。他现在还没有力。还没在想，他在想。他在想。但如果是按照这个计划的话，应该还不错。嗯。因为你立的话，你黑棋是不能从这边收气的。是，如果这边一爬，这气就明显是白棋快一棋。就简单收，他就死了。对。对就是团就行。嗯。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双方努力挡住了。十，跳应该也是必然。对，这手棋肯定是跳穿着。对，这个时候顾泽豪很稳当。哎呀，那就黑棋。还是感觉上白棋这个处理的支估还是比较的。生动，嗯，就是说当时柯洁这个强硬的丁，其实正常下也可以，我觉得挡这边或者挡这边都是正常的。对，现在这样怎么处理这个子呢？对，正常好像飞出来，第一感觉，嗯，往外跑。飞的话，我是也贴吗？对，然后我再往外跑了，正常。但就是说刚才说的我们这地方他可能要担心这个地方有一个拖的手段，拖呢你那我不能搬，对，不能，只能搬这个，那我就退出来，里面味道也非常的快，这样对杀不知道这些，这很乱啊，嗯，感觉很复杂，嗯，这边这个将来阿鲁点完，对，这个局部，嗯，很乱。这边这将来还有断的手劲，对，这还能打了再打。对，如果打，他这个打了一路一打，这边硬腿发挥作用。对，嗯，看不清啊，很乱。嗯，不过黄老师他实在没有这么下。啊，对，刚才我看他是在这里靠碰了一个。二十，想在这边制造一些头绪吧。他是不是觉得你搬的话，他在这边断一个，再制造一些头绪？这样啊？或者是断还是往上搬？往上搬可能还是一个信息的调子。嗯，如果他长的话，你再顺势再冲出来。是。现在是被这个柯洁的头遮了个严严实实。我看见呢，刚才靠的时候白棋是搬了上边，嗯，哦，它断是这样子下出，嗯，就是在这边进行腾挪，嗯，柯洁，嗯，他就又转到这个子，不是重点了，对，他就把这个子看清了，嗯，破这边的空，他觉得这边是重关键，嗯，顾泽豪是打了一个。粘住，这样的下法呢也是不给黑棋借用，他现在这边争子有力，争不掉，对，应该说这个下法顾泽豪还是下的比较的比较强，嗯，比较强硬，黑棋虎下来，嗯，破下面的空，顾泽豪长了一个粘上，跳一个是现在这个棋倒是从总体这个拐还没这个挡啊，这里没子。从整体来看呢，黑棋倒是这个空，我这个牌吃掉以后呢，我如果能把你这边的空破掉的话呢，黑棋从实力上来说呢，还是保持了一个平衡，因为白棋毕竟好像也就是对目毕竟没得到太多。嗯，那黑棋现在就想办法把这里钻。对，怎么处理这个棋？嗯，现在这个将来这一虎了一度呢，这也是一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打劫，打劫，对，但是很有弹性。嗯嗯，跳之后还没有走，压地方压里，不是压就是拐，是压里。拐的话，是不是他觉得会凑对方？拐他可能觉得被人家一跳的话，嗯，不知道怎么办。是。
他可能想就压了跳出来。压对手还没有硬，应该会顶吧？嗯，这肯定顶。如果跳，那白棋是围吗？嗯，正常的棋形棋的调子，白棋应该是守住。嗯，然后边攻，争取能把这两个再吃掉。那黑棋好像很慌实，如果局部没有眼位的话，往这个地方跑，是不是正好到了白后势的地方？嗯，是。但是作为黑棋来说，他也二十也得这样下。对，没有办法嘛，他嗯。他先没走，虎了一个。对，虎的时候步子好是拐他一下。啊，这里。这地方应该不能再挡了，我觉得黑棋。如果挡的话，我就算普通尖完。点吗？嗯，点完一挡的话，好像这个局部已经双活了。太好杀，嗯，有棋，而且我可能点这个是吗？点完你挡，我再搬完一做眼，做眼了变成锦七姐。嗯，要想杀掉这个是很困难的，要想杀掉这个白棋，想进杀，所以他大概不能挡。他不能挡，有那这个木鼠也是缩水啊，他、实在是团，是不是还可以唬一下白棋？对，那我也是挡吧，还是你如果挡的话，这我一靠，这地方好像被收的有一点很惨了。我是不能冲了吗？冲的话，我如果度过，哦，我已经死了。好，出问题了，对，已经死了。哇，那这个很严厉啊，只能立一个。嗯，立应该你吃我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得打。啊，那这全部对，全部是先手。哦，嗯。那这个黑棋的木就脚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了。对。啊，他点一个，点一个好像下一步好棋。点一个，我如果接住你再拐，这样的话呢，将来再拖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搬一路了？这个。嗯。搬赢了我接住，你再爬过，利用脚步特殊性。这样的话呢，至少不会像刚才那样，白棋接了挡都是先手。对，点一个会比搬拐子会好一些。嗯，至少好两步棋。嗯，他就是这样下的。白棋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也就是将来加一下算了。对，白棋将来这个局部也就是收一收。嗯。但这边现在是一个怎么处理的是个问题。如果白棋冲，黑棋肯定要挡住。就要挡上。如果正常打的话呢，我觉得好像这个棋，黑棋劫很轻啊。黑棋的虎还是本身劫。对。像提，将来还打劫打，黑棋劫打硬了再冲断。白的也很重。嗯。实战实战，他先加了一个实战，加了一个，嗯，可能也是在想这个地方，对，嗯，十，那正常应该是搬一个吧，搬一个再爬过，对，啊，他是立了一个，立一个是，哦、但是立一个我将来接住你只能爬过了呀。对呀、啊，黄老师，不能再走这个了。再走这，我打下来的话，杀了、嗯。如果我走在这，那就是刚才这个和这个的区别。对，我似乎我觉得还是搬一个，好像对白棋的眼位威胁大一点。对 对, 对，这样的话，随时他是活棋。对，嗯，这样他还在这想办法、嗯。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点。嗯，这个还是有别的变化呢？搬一个，吃吗？吃，我吃下来，你立，我吃。好像最多是个双活吧，但是那样双活，后手就是。嗯，他可能是柯洁是担心这样下。嗯。担心这个，嗯，担心白棋这样。这样我只能吃吧。对他提这个留一个双活。
因为白棋这个是必须要提的，大家注意，如果收气的话，这被黑棋爬过，爬就有可能是对，顿时变成有眼杀瞎，你提我再一扑，所以柯洁呢，他这个扳呢，他是担心呢，白棋留意这个双活的变化，对，所以他这也是有他的道理，也就是这样了，没粘，冲了一下，这地方冲，他可能是不是准备？我突然觉得他是不是准备点一个？他刚才那样打劫的话，黑棋太轻了，白棋太重，不能。如果能点了，再把这个都走出去，那就厉害了。这我就，但是点的时候，白棋是不是有这个加的手筋？很精彩啊！这个因为你只能脱先了，我怎么办？老师，我怎么走？因为你如果接的话，我再接这个的话，差一手棋、啊、你爬我这一段，我变成先手补这个。对啊，差了一手啊。如果跟这样比的话，这样接的话被爬的话，那我这个加了一段便宜太多了。是。加白棋是不是只能走从这边？那我把这啃了。这两个字其实也不小，拐打我接住。不知道能不能他什么时候是不是交换过一下？跳了一下，他在这个之前先跳了。他先跳了一下，跟白棋这个交换。然后现在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局部，柯洁也没有犹豫，他就粘上了。您说这个加？我觉得加好像还可以，把这两个吃掉的话。那我能恰吗？也有可能，那这个恰打也是很厉害。看，就是想让你的眼位再缩的小一点。可以，这样的话我再跑。因为我跑的话，你再一跑。对，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再打一下。也可以，好像。可能恰打我是不是只能提了？提掉，然后退回来。然后这样。那他可能是担心有这个担心。夹不着。是，我看他很快就粘了。但这个棋我觉得粘住被白棋爬过，好像白棋太有点很舒服感觉。对啊，这个又带着木又要杀你，而且这个脚也变得踏实了。对，这个地方感觉上好像您感觉这个地方黑棋有一点苦，最主要是这白棋留个活哈。对，随时这个活冲得大。对，只能换。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能强杀。你这个被二路被我一断打的话，气太紧了。你气太紧，你这是封不住我的。对。这打。我这就弯出来，你这是因为你这边气是紧，是靠不住的。是。而且你这边马上被我一断，你就只有两口气了。对对，这样结束了。这样不行。拐一个呢，现在这边这个断弦是一个好点，因为就这断眼见的这五个字是气是紧的。我这脚上这边接还是有活棋，那就是要是黑白棋要是早把这个粘掉的话，黑棋更难办了啊。对啊。脚上还能活，但是扫走也有难过，就觉得气也被收紧了。他走走应该是能走到的，他觉得这上面这边气是不是有点关系？就有一定的变数。对，他没有走着，现在。对，他现在断。没走着，那现在可能走不到了，这一下。那同样现在这里限个死，所以就这里即便能够靠也不行。那这个黄老师会形成转换吗？断，我大概这边不能被你搂吧，我肯定要往外跑。我这里应该没有可能活了吧？你现在想靠我还是往外？对，往外拱，因为这都先手然后再吃。不知道怎么走。他实战也是断了。
如果说就这样，那吃了，对，我在这边走一个，就形成了一个对，这个和这个的转换。您感觉怎么样？觉得白棋还可以，我感觉白棋这吃了还是这个才是非常的庞大，这脚也走实了，一次还有三次，不是，我感觉白棋好像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子，继续，因为这边本来就是黑棋的一个阵势，如果跟刚前面飞起来比的话，但这边白棋损黑棋损的有点多，好像是先看他怎么补了，对，他还没走，主要现在还是黑棋在，他冲了这个，黑棋冲了一下，是不冲的话那你一无所得了，再被我脚上活的话就活了，中央这里非常大，非常大，白棋肯定要走，不然的话被我靠过来这样贴过来还是非常大的，他小尖了，他小尖，因为将来这个地方我还有接，你如果在这边下面走的话呢，你要比如说猴把我杀了，但这边将来还断一个，是这个地方的气也不够杀，那相当于粘是先手，对，我得补一个，那我就将来这个什么脱了虎脱了土或者脱了街都，所以这个尖还是有点先手意味，那下的也是，从局部来说，那下这个也是一个好形啊，对，瞄着你，对，一直两用也方你靠，也那边有个街，这就是觉得这边再被白棋走过来跳过来这块太大了，他是直接杀到这里，这个有没有生命安危呢，黄老师？这个就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形势可能不一定好吧，他如果听到对他如果正常收的话，这样你如果正常尖中这样被白棋贴过来，他觉得空不够了，不够了，所以他必须得下这争胜负下法，钩子好接出来，立马就他觉得这儿这个有棋，那如果这个地方再一出棋，黑棋岂不是更什么都没有走着，靠了一个，打得很快，这个里面也很复杂，这个局部，对，现在是不是渡过渡不着啊？渡肯定渡不着。渡我可以。从局部来说，我觉得虎一个好像是个打劫。虎一个我怎么走呢？虎一个，我要是把这个撞了，我好像死掉了吧？如果撞，你再猴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这边是有好几个软头。我敢去这个吗？你走这个的话，那我猴这个扑一个，不知道早上不言弃，这样你提我打你接住，再提你哪怕现在就边在这边走也是个双活，是一样意思，这样是黑棋先手，但是你不团，你说搬在一路好像是个打劫，最简单的这样就变成一个打劫，这个他给人家打进来，然后就打景气劫，他是接的，接一个，这里面好像也很接，首先这地方黑棋不能被白棋做出一个眼来，做出一个眼来的话眼杀了，对，也就眼杀黑棋了，所以正常要杀气的话得搬这个，不能让白棋做出眼，是搬，我现在能渡到吗？渡不到，但是你有可能能延气吧，渡一个，渡一个，我如果爬，爬你这边冲还有气是吧？对。那如果扑呢？提了看。三十。你这边。我打吃一样，就等于是我这稍稍严一点点。再提。
所以我这个搬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可能是不是应该搬这边？搬这边我也是打七十八黄。那我再搬，嗯，好一点。这样等于就像这样了。嗯。哇，这是什么收气啊？然后黑棋就白棋如果走走这个，嗯，黑棋接，白棋搬，黑棋提，白棋接。打劫双活是这样吗？嗯，不过跟刚才比的话白棋至少已经取得先手，就刚才如果我们坐在不过那样不行。对，这里面确实别看小小的一个地方，这里面也是非常的、挺复杂的搬。嗯，因为反正作为黑棋来说，你不走的话被白棋我只要一立在这个地方就是有眼杀了，对，就进死了。柯洁也没有，他实战走得特别的复杂呀，他把这个又跑了。嗯，他觉得自己形势不利，我感觉上。嗯。而且呢，他觉得你在这边走的话呢，有可能被白棋脱先了。啊，就等于是你杀他，变成刚才我们说双活。对。就像你要想一手棋下，想把白棋全部进吃也很困难。嗯。他把这个站得、他停得很猛啊。嗯。这样。嗯，就让这个局面显得乱一点。对，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拼搏的状态了。嗯，白棋先后尖这个的时候，他在这里靠。哇，棋好乱。这个有点眼花缭乱。嗯，他们觉得这边不是，其实白棋就花一手。嗯，我如果觉得我如果就把你吃掉以后。我是不是整体来说白棋收获还是很大的呀？是啊，我毕竟这边就把你全吃掉。是哦，他实战我们跟上他进程了，他尖顶然后靠，他是从这儿把这个又转下来了、对，强硬，这个顾子豪下的一点都不愿意给对黑棋，这个黑棋的代价也是蛮大。嗯，黑棋如果这边全死掉的话，那黑棋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是单纯如果破了这个空的话，我觉得黑棋应该是不行的。嗯，而且肯定得他把这个占有出来了，他必须得这边制造混乱。这个是长混战中等待机会。对，黑棋现在这个形势是应该说是白棋比较有利，从这个棋的那个进行来看。嗯，那他是想，如果你要杀我，我就给你，但是我把对，他把这个转换了，他能把这个，他如果能把这四个子吃掉，他也是很有收获的。嗯，二八啊，顾子豪出来了。嗯，他无论如何，他即便死的话，也不能让你吃得太舒服了。因为他这刺还有一点啊，刺黑棋几先生，但是那这边会不会有问题呢？这边就是因为这下面四口气，四口气，但是应该白棋气还是长的吧？靠还没有反击，就只有这个。我这白棋如果这个团先手的话，白棋气还是很长的。嗯。但黑棋不能马上收住它、但是现在就是说问题是黑棋如果能把白棋封进去以后，我这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个双活，打劫双活似的，我们刚刚看。嗯，对，那就有可能是死活是取决于这个地方了。对，黑棋先下的话那个地方还是白棋好像想杀掉黑棋好像是不容易的，是这个刺激了。还没有走，他是不是在想团一个什么之类的？长出来的话，黑棋如果是就粘上，那我简简单单一团，好像黑棋这个气好像就不太够吧。嗯，白棋有五口，是的，收不了气啊。
那也就是黄老师，是不是我长的话，黑棋就要想办法动这里了？对，但是你这边外面是不是有一些毛病，或者弯出来冲断？啊，是，是啊，很复杂。总的来说，但是作为黑棋方，哦，柯洁是这里。那他防这个外面的棋，他希望你这边走一个，我再在那边动手。嗯。十，看的人很紧张啊。嗯。正在白棋回头吗？但是回头的话，这边扳死也很大。二十，也不舒服。他可能就是要考虑，如果我现在、所以说这个柯洁还这个棋还是挺下的，白棋有一点看不清楚了。嗯，你在这边跑这几个子的话，他就要这边搬给你出棋了。你如果补这边的话呢，他把这个搬死。我们看顾子豪怎么处理这个。对，他已经他的断点防住了。嗯，因为这块棋如果死的话，等于黑棋自己也活了。对对，白棋是这块棋是不能死的。嗯，就白棋宁愿这个可以死。对，这是可以弃的，但这是不能死的。嗯，那就等于现在是涉及到一块、两块、三块、四块，还有五块白黑棋这一块。对，大家都在一起纠缠着。嗯，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事变得很重要了？这个地方局部，嗯，我如果搬这个，我挡上，我现在是不能接的，接被你猴就有眼杀瞎了，我只能走这个。对，我一提，我扑这地方，我好像因为我不走，这被白棋冲的话，对，就好像出问题了。嗯，我得扑。好，我这边如果受气，我扑这个呢？情况，我看看啊，投这个，踢掉，补，再踢掉。我如果正常白棋收气，黑棋接，就变成双活了。是，但是我可能能撑住这个劫。是，你提这个，我找劫把你提回来。对。然后呢，我将来再想办法挤了再打，但是这是一个缓一气的。对，就不是马上要命的劫，缓一气劫。他实际上是先冲了一个黄老师，白棋没有马上在这表态，白棋先冲，这地方是冲是绝先，因为这一段的气是非常紧的。嗯，然后他渡过，对，看柯洁渡是先手的意味，扑，对，没提，嗯，扑他，对，打劫吗？扑那就看劫财了，我提这个。哇，这个好刺激啊！提这个我不能断，断被打死了。嗯，那我就得找劫了，这个跟劫财有关系。但现在黑棋这边这个断有不少劫财。嗯，是呢。大概柯洁在想，你这扑是不是能扑上？因为要是扑着，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黑棋将来扳、黑棋扳是一个打劫双活很怪异的一个解。嗯，三十，现在真是错综复杂。是，所以现在顾子豪就要去选，是，就是直接来，还是再等一会儿再提？他在想是不是能不能直接打劫，他可能在想。直接打劫，感觉上是最直接的。嗯。要是成立的话，就把黑的全。但问题是，现在黑棋这个地方有好多劫，这个断。嗯，他还是硬了。这个在快棋里面，这个棋感觉非常的精彩。嗯。现在作为白棋来说，我只要猴到这个地方，这块棋白棋棋肯定比这几个吃长。嗯。肯定能杀掉这几个，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被黑棋被扳住的话，这个损失也非常惨重。但是呢，白棋现在要跑这几个的话呢，黑棋一扳这个，这个里面局部是一个好像
就是有棋，但好像是对黑棋有利的那个打劫双活，好像是前面是说对黑棋有利的打劫双活，是的，最后一次。但是呢，黑棋呢，白棋这几个又不能死，所以黑棋搬的时候呢，可能会就都是要命的。对，现在做出一个选择了，顾子豪现在是吃这几个，判断一下形势，他可能要还是要把这几个跑出来。对呀。在这个快棋里边要四刀见红胜负出了，现在到了。是的，我觉得这个对棋手的考验也很大，这时候迅速的判断清，在快棋里面这个体现出水平。40，他在很仔细的判断到底行不行，主要这个还跟他的气有关。那会不会跟黑棋的气也有关呢？那就看这边确实也有点关系啊。黑棋这自身也，我如果跑出来，他尖了一个，尖好像很凶啊。这手棋，这招是什么意思呢？他肯定，你如果挡他，肯定要把你断了呀。直接就来断我了，对，因为你自己气也非常紧。可能但是正常要长嘛。他可能就想这样顺势再先便宜几下吧，跑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如果长的话，他这样冲这样顺势跑得更加好一点，你如果挡他顺势这样冲出来你接，他就接住，他是不是觉得这样跑的尖一个比直接这样跑要好一点，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跑出来我这边还瞄着你的动出，对，可能是他的尖是比较紧凑啊，对，他可能在既然要跑这个的话，他可能觉得这个尖一个更加的，这个跟气有关。柯洁好像搬这个了，他马上走了，然后白棋把这个走了。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他现在黑棋的归路也彻底断掉了。现在很乱，有可能形成这块跟这块杀气了。现在反正白棋这块气是一定的，是我团跟你黑棋接交换。一二三四，白棋是有七口气。我现在他接住了。非常厚啊！我如果直接来呢，我觉得哇。我直接这个是先手吧。掉，我直接这样跟你杀气呢。我先不考虑这边的问题啊。您就说只是就对杀是吧？那这儿我等于是有一气，你就一口气。两三四五，如果我脱先，我就只有五气。那我如果立下来，我就杀了，我就尖住呢。如果是粘，我们就简单数一下。这个上面大家看只有一口气啊。对。这个可以看成冲吧，对，冲成这样，对，1 2 3 4 5 6，哎，只有六气啊，黑的，对呀，没有什么气，那刚才说白棋有七气，对，好像也可以这样，我不知道他实战，但是他可能觉得接也是一个后，反正我当将来看着这个挖掉的话，顾子豪是不是觉得，他可能觉得随时是他走，但是，哇，那这个要是下出这一招，那岂不是跟这儿没关系了？就对，如果我直接杀气，白棋能杀赢的话，那跟那个就没有什么关系。是啊。现在，其实现在那边已经次要，就看这两块。就已经是。因为这个黑棋如果死了，即便这儿死都不要紧。这个到了这个胜负的关键生死，那就是黑棋现在能选择的，难道他粘住吗？就是把气，他真的粘了。真的粘住了。气演出来。这气真是，他一看不粘的话，被白棋挖掉，明显气不够了。是。他也非常机敏啊。是啊。那你现在粘住的话，我如果再收气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有可能就是黑棋快了。对，正在摆着。但还是延出了一口气，嗯，至少延出了一口气。就是如果现在白棋就，如果是松着气，到一个。一二三四，那我而且我就算气好长、啊，对啊，黑棋气好长，即便算你挖掉的话，我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那都快都。不止一气，是、啊嗯，是，啊，就长了两气这一手，嗯，哦，太，那现在对啊，白棋得在这边想办法了。我们刚才说白棋好像是一个对黑棋有利的双活是吧？对。但是白棋好像我可以撑这个劫，我们看看，它是棋，我如果侯，你如果提，我如果接，嗯，白棋就把这个劫撑住，将来我再。挤了再打进来，对，就一直打这个劫、嗯嗯，但这个劫你没有办法、啊。黑棋还没有完全的把白棋这个双活能够撑走住。现在的话，啊，顾子豪在这边下棋了，还是劫呀？嗯，这块黑棋也不能死啊，这死了这全都死了。对、嗯，现在这个黑棋已经全进入白棋的包围圈了。嗯，看起来好像还是白棋的。不知道头绪多一点，因为这个地方还打着劫、嗯，这个劫我外面还有一些本身劫，我觉得白棋。嗯，就如果是个景气劫，可能黑棋马上就不行了。嗯，对吧、啊？还打，他可能想立一个便宜一点，而且劫财也好一点。嗯，应该会立吧，嗯、这样子。好。那他肯定是要继续走了，对他提了，嗯、对，白棋也提，基本上，然后黑棋提这个，就看这个劫财了。哦，那我可以找这种劫吗？嗯，应该可以吧。你不敢打上？应该可以。啊，你这个团应该是个劫啊、嗯，然后就撑住。但你团的问题就是，我你本来断一个劫财可能更多一点，啊，但是你团他也很难受，对，团他也收不收我的气？十一二，先提这个。黑棋作为黑棋方来说，一接就已经是至少是保证自己安全。嗯、白棋得花一手棋、两手棋、三手棋。对，他是侯了。侯了一棋。那白棋劫财确实挺多的。那黑棋这个本身这个扑也有是劫，这个、断也有可能是。断是劫。嗯。哎，他断了。断白棋，因为不可能现在跑来紧这个气，紧这个气，黑棋提这个这扑了挡，这个自身太重。对你再找什么劫、嗯，有点受不了。拐住。哦，他也走得很啊，这样他觉得这样劫财少是吧？是，追逐跑这个不是劫了。嗯，不知道，也不知道白棋下什么。他就是拐这个，你是明显一个两个劫，将来铺完一个两个、嗯。对，这样的话一个两个，拐在这，可以。对他，要么就是你在跑的时候，我直接打在这儿。嗯嗯，对，可能是不是觉得打二路？对，嗯，挺凶。黑棋提，黑棋提劫，白棋搬一个，这个是劫吗？十，搬一个，还是七七？哦，是不是如果不走的话，他就挖了一丁就死了？嗯，你如果我们看，如果走这个的话，嗯。白棋还是七口气，黑棋算接住，嗯，就一二三四五六，那快一气，对，他觉得这个是这个提掉不延气没有用，是这样。二十一，二三，嗯，那
黑棋作为黑棋怎么办呢？黑棋是不是得自粘呢？哦，黑棋先贴了一个，你看。哦，这样。十。嗯，那白棋早知道应该先团了，当接闪现被黑棋先贴掉。嗯。是这样。黑棋贴完，问题是。黑棋是不是粘住我？如果这都是劫的话，嗯。粘住我还是踢？嗯，那是不是您在这儿再找劫就不要了？不是劫。嗯。我如果再双的话，你接住我走。嗯，那对对对。对我有八气了。他还是选择了长。长个。那白棋肯定踢劫。嗯。真的是。感觉哈，黑棋还是稍微困难一点现在。对，再找劫，就如果白棋一旦走到这个变紧切劫，他就可以使出这些。嗯，而且黑棋将当时断的时候都，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就来吗？对，哎，我先把你这打中一下，我断一下，但是这都没有吧？嗯，打。这样我提。哦，就直接打这个劫，是啊，这里这个冲，你现在提这个，我冲反是一个绝对劫材，是，黑棋就两枚劫，黑棋现在提，白棋冲了，挡了提，扑提提完断，十、那也就只能转换、那我把这边全吃掉的话，好像，你把那边吃了，对，现在黑很多，黑的好像全死了，先、看一会儿再，嗯，看看，对，嗯。打这个，看看他的实战，现在实战是搬这个，黑的长了，啊，直接这里交换了一个，黑的长了，白的好像就是直接硬了，我看，直接爬了，嗯，他往外冲的时候再踢的，嗯，二十一，对，现在是这样。柯洁的时间是很紧张啊，拖一个。现在如果你再来打劫的话，他有可能把脚活的话，这棋就不一定。他活到脚里，他这个可以死。对。看白的选择。白棋还是硬住。哦。那是不是这样理解这个地方话？就是打着劫、收着气。对，他收着气还是劫？现在关键是，嗯，你如果那黑的还是是不是粘住了？刚才现在你也可以粘吗？不是，现在是这个啊。现在对、就是刚才不长的话，长的话粘这个。嗯，我提劫，反正你就在找劫。嗯。但是你粘住我的顶是不是接的？为什么顶啊扑我是吗？我不走，我需要不走我扑踢掉，踢掉长。那我好像已经踢快了啊，那七口气了。嗯。你看看，虽然很委屈，但是也就是干净。嗯，不让你再有任何劫材了。看看实战，我们先。对他现在这个，嗯，这刚才这样子白黑的，他拖完以后，踢，接，白棋吃。哦，现在他粘住了，好像是。粘住是不是他？这里消解消了。那我挖呢？粘。我们先看看这样。顶，他是觉得你踢。扑这个是不是熟悉的要点？踢掉。嗯。踢一下，一、二、三、四，嗯，五六，只有六七啊，黑的。二十一。我是不。我直接是不是？六。他实战就是扑了。你现在不能粘我，是不是顶在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五六
六七。现在好像都在七。是啊。一二三四五六口气，对，而且还是七口气。这里好像并不。反正你这手气这些长变成亏气 了，对，撞气了。本来刚才可以虎下来的。对。是看错了吗？这里。扑一个。还是有别的办法。四、五、六、七、八、七、九、一个。嗯。白起七口气，一口气，两、三、四、五、六，就是六口气。再怎么样，我就硬住就行。对。你翻完团这个能长期吗？我还是起劲。一二三，还是六口气。四五，从后面没有长期。嗯。对啊，他现在是七对六。嗯，我们是目前来看是觉得这个七白气快一气。嗯，看柯洁有没有什么，没有看到哪里能够延气啊。团这里做一个眼吗？团我挤进来，你团先自损了不少气，你从这边断我就顶住。对，好像也不像意思，不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作用。嗯，那就没有机会了，哪里还有气？二十一，二三四五六，因为这个死了肯定是不能继续。对对对。九，转一个，我觉得，但我还是同样，我就说这个也可以，说这个都可以吧。嗯。因为你团这个也不长气的，团我就从后面收，还是一二三四，还是六口气。对。哦、啊，认输了。啊。啊。刚才白棋挤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就认输了。顾子豪是说这个棋被。是，他们现在可以。我们看一下他们在白的，哦，他觉得应该继续粘。这个棋，嗯，那现在变成景气劫，你如果站得好，这个，嗯，那白棋就找劫，对，他只能活脚，那中间好像中间还有断点那两个字，嗯，对。你即便脚上能活到，中间还牵着一手棋，对，两一两拳还对、嗯。那么黄老师，我们是不是稍事休息一下，嗯、然后带给大家这个整个这盘棋的一个回顾，看一看？嗯，好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继续呢，对这盘棋进行一个回顾，看一下棋，非常激烈啊！从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还没有看过瘾。嗯，这是选择了最流行的三三。嗯，看来这个飞显然就是。作为黑棋柯洁来说，显然对这个后来这个定式是并不怕，是吧？显然他是做好了这个对，做好了白棋拖进行一个复杂变化的准备了。准备，他既然敢飞这个的话，是，嗯，看来这应该是大家现在都有研究了。对，那顾子豪显然也是偏向虎山行，知道都不惧，对，都不惧这个，嗯，就都在气势上不能输，嗯。嗯一个对这个之前黄老师给大家说了跟甄子有关系黑棋甄子有利的话呢这个棋白棋搬的时候黑棋是可以断的嗯
因为如果就是这个榛子啊，长，就这个榛子吃这个榛子，黑棋如果有利的话，黑棋是可以跳这个的，这样呢白棋只能吃这个。就如果假设大家觉得这边有个子，我们假设接住，接住啊，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黑棋可以作战比较有利。是啊，这边要走这边，即便你这个滚掉的话，即便你爬，我就普普通跳一个就行。这边虎下来跟这边扳见合，对，好像白棋也不容易处理啊。关键是你如果你现在你如果爬都爬不着，爬就我就直接扳了。哦，再加这个就是对，加不着了。你如果不先滚掉这一下的话，对，所以说呢，大家记住这个时候这个定式跟榛子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现在白棋榛子有利呢，黑棋是不能断这个的。对，所以扳的时候呢，一定只能扳这个。那么他得回一个，扳。这接下来好像是一本刀。就先拖了一个，再扳的。再接住。这是不是一个标准变化呢，王师？对，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一个标准变化。就像王星云刚才说的，黑棋现在白棋现在也有可能单虎啊。这时候的变化可能就会比较多了。虎一个的话脚里是不是双活呀？黑棋走的话，如果从局部来说，黑棋点应该白棋猴这个地方黑棋得搬，搬被白棋这个猴做棋就变长了。白棋扑掉以后应该是一个双活。哦，这样还是从这边收，直接扳也可以，直接单扳也可以。单扳好。我炸了点按一个扑接住，提一下啊，不提掉，对，扑接住，等于这样。这样是一个双活。对。局部是双活。但是黑棋呢有可能呢先在外面走。对，黑棋如果直接走的话呢是一个双活。有虎，黑棋有可能从这边打。我希望你这边走一个，我再走成双活的话呢，这样的话呢黑棋就是这边的外势非常好，比较满意。你如果想现在来杀我的话呢，肯定要做眼嘛，就像这边白棋黑棋有可能在这边逼过来，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难说的。但也跟周围的配合有关系，是也是一种下法。对，所以说白棋呢他没有虎这个，他是扳扳了一个。这个地方您是刚才是说这黑棋必须得打掉，对，不打直接加的话，这白棋从这边打了长非常严厉。来看这个，这个感觉这个岔路口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他只能吼这个了。然后白棋这一尖接住，想想这一飞，这样好像黑棋很困难，出不来了。出不来，你扳我就从外面唬住，是。所以黑棋这一下现在是必须要打掉这个定式。就等于连扳的时候无论如何打一下。打一下脱先是可以，对，打一下再加，打一下再加。白棋立。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已经死了。对，加一下的好处，黄老师，是因为他搬收气的时候，我这个加和粘是交换，是的，就完全是便宜。对，便宜。
因为反正白棋这已经死了嘛，这两下交换，将来不然你不找，不然的话白棋这个扳指先手，嗯，你这夹就走不着了。对，夹完这边尖，这边尖都是先手。这个是什么时候交换的吗？是现在？好像并没有。啊，那就一直可能没有交换。对，刚才摆的时候稍微摆上去了，没有走。嗯、对、嗯，那他就直接打拔的。黑的、哦、黑的扳的扳，对对，现在是黑的扳的、啊嗯，对。因为黑的得补一个，对，黑的不补的话，黑的不补，白棋猴就是个双活了。嗯，嗯。然后黑、嗯、白棋走这个。嗯，其实现在来看，这手其实在这边下棋也是非常大的一手，先逼一个什么的，因为后来被黑棋尖了跳过来，对白棋还有威胁。嗯。白棋在这边走一手，价值也挺大的。嗯，是。他是走这个，那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柯洁把这个走了、嗯、他还挺满意的。嗯，黑棋我觉得能走到这两个还是不错的。嗯，对白棋有一定威胁。对，他是，然后这边顾子豪就虎了一个定型。嗯，这个定型倒是不知道好不好啊，实在我们看他下了一个手金，虎了一家。对，嗯，黑棋粘回去，对，就感觉白棋效果还不错。嗯，然后端一个，把白棋走中以后再下这边。嗯、对，是。嗯，真冲。真冲。嗯。这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白棋取了士，然后黑棋呢把这个角吃了。嗯。应该说还是两分的局面吧、嗯、对，不过好像黑棋更实惠。对，但是呢白棋呢将来留下了很多劫财，这个局部 嗯打劫的时候会非常有利。嗯，靠车靠了一个扳长，他是希望对手希望对手硬，然后呢他可能觉得这样他在脱先或者粘大场，他觉得这两个已经先手便宜了。嗯，不走的话呢本来被黑棋飞起来了还是非常大。嗯，他毕竟这走完以后这个顶还是先手。嗯，他希望黑棋跟着硬，实际上呢柯洁呢看穿了他的意图。嗯，他这边分头在那个大场，这样子他们就把重心又转到这边了。嗯，黑棋飞。嗯，黑棋飞。嗯，非常大的棋。是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棋呢这边又被黑棋打散以后呢，白棋呢必须在这边有所作为了。嗯，不然的话呢黑棋的失控还是很多的。对，柯洁逼了一个，他就这样。嗯，就下一手棋、嗯、觉得他有点缓是吧、嗯、对，就如果换成您这手飞也是非常大，如果同样的再在这里作战的话，那我、啊、那多个飞的话那个脚上变化肯定又不一样了。对啊，肯定有帮助。 嗯或者是这边打入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尖冲有一个好处，这边将来靠断的时候还引着针。嗯，比如说我这边有子的话呢，将来靠断的话呢挺严厉的。嗯嗯，实战确实这个跳呢有一点缓感觉，走的话其实飞一个可以，或者这边现在我们看到给跳了一个、嗯、对，跳一个、嗯、这个顾子豪是点进去点一个，看来顾子豪对这个局部应该还是有所研究的。嗯，我们刚才摆了这个挡的变化，挡的话他就一拖好像这个棋想杀白棋很不容易。另外我们如果从这边，其实我觉得好像从这边挡你是怎么硬的话、哎、我也不知道，我是拖吗、嗯、拖那我就尝一个啊，那我是不是也就活了，粘住吗？嗯，粘我立一个。嗯，但问题是你搬了活还没有活干净吧，点一个，因为我这有个子有接应、嗯、对。嗯，
局部也是死刑。嗯，不知道他是怎么。对，或者他是从这边冲搬虎挡住，搬这个。搬这个。嗯。嗯，我这样顶住的话，局部还有看不出。啊，那我，如果你再把这下打掉的话，我是不是要死了？局部是不活的，但是白棋他其实也有时候这样破空，也并不见得就是死了就不行啊。嗯，他有可能从这边断出来，或者是找机会来转身，制造头绪转身。嗯，有可能点完或者飞这个什么的都有可能。嗯，或者打入啊、嗯、靠啊、嗯、这些办法。实战柯洁呢选择了一个非常强硬的钉影，对，他特别扎实的扎，不希望给白棋任何以利用。是的。嗯，但这个地方局部好像这个钉是不是好，确实要值得商榷。嗯，后面这个我觉得这个谷子豪这一代制孤也非常下得非常好，他这个小尖、嗯、这个是让黑棋难受了。嗯，好像不太好硬。你硬这边的话，这边被大跳或者小跳过来了。大跳过来的话，这个棋就很难，是基本上是活形了。白棋跳完这一尖二路，对，嗯，所以柯洁呢没有忍受，对，他要从这边、嗯，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没什么变化。嗯，这一粒也是命运式的，都是命运式的，嗯嗯。下到这个穿出来的时候呢，感觉上是白棋这个制孤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嗯，主要是这个地方将来还一拐，还有收气。对，木还不多。对，这边还有一些味道，所以感觉呢，这个白棋还是成功了，从这个点开始。嗯，下来是靠。这地方也非常有意思，正常的感觉是飞出来，他可能觉得贴这样有点重，他可能觉得从这边跑出来，我即便白棋立下来呢，而且白棋将来这一拐，这都是先手，白棋做活很容易。对，他黑的人家意义不大，他觉得从逃出这两这个子呢，他觉得这边更大一点。嗯，他觉得比较重。嗯，这边靠一个，然后断。这个打了接也是对这种断了值得学习的，因为你走别的话，你长的话被黑棋顺势一冲的话，这就很难办。对啊，借到劲儿了给他、嗯。因为他这个就相当于有点先手意味，这个冲，所以这打了接是这个防止黑棋这个腾挪的好棋。所以黑棋争不掉白棋。嗯，局部是没有什么好棋下，现在黑棋。好火住。长。接住，白棋跳，嗯，压，他糊了，嗯，糊一个，然后白棋拐，嗯，这个拐让黑的是无比的难受啊，嗯，对，没办法，你挡的话，刚才尖完一点，好像不太容易杀这个，嗯。点倒是局部好棋、哦，对，已经是好了。嗯、我这边被收一圈，立一个。对，它主要是冲不着。对，冲被从这边渡过了。对。那将来就是白棋一粘，你就爬过爬回，它这个地方一挡就进活了。嗯。白棋还是挺有收获的。对。所以这个局部谷子豪都下得非常好啊、嗯、尤其这个冲了点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手、嗯、黑子先跳一个啊，黑棋先跳一个，这种棋千万不要去打，打被黑棋这一打然后再一虎，这个地方这个劫是黑棋轻白棋重，是实战这一点非常好的一个定型。对，就这里呢黑棋是有这个，对，从局部来说黑棋这是有一个加的这个，但是好像白棋并不怕、嗯，对，刚才王湘英说白棋这地方有一个恰打，好像可以恰，嗯，非常厉害，黑的不好办，跑这个就被跑了。嗯，但是实战这边白棋这一爬着，白棋也非常舒服。嗯，
白棋断，成了这样子，成了一个转换。是，现在黑棋必须这边已经是损失惨重，黑棋必须在这边找回来去打，打这个后。黑棋得吃这个，不然被白棋接住。对，黑棋不能补，补的话就是出棋了。白棋这个尖也是一子两用，这将来瞄着这个接出来，这边防着黑棋靠。是，这个时候应该是白棋优势的局面。对，白棋这一串的转换，好像是白棋不错。如果你黑棋在这边补棋的话呢，你不管是补在外面也好，这地方再被白棋跳过来的话，这个太大了，这块空。就这个转换，黑的还是小了。然后柯洁觉得形势不利了，所以他也是破中间。他这个走的也很凶。胡子豪，那你不行我就练出来。对，这有断。对。拖。拖完了一粘。就是这个局部看起来眼花缭乱有一点。因为这白棋这个度过以后真能延气。这边呢白棋是个软头，黑棋也。白棋也不好收黑棋，所以这个里面有点眼花缭乱。对，就像反正就是不能某一方被眼杀。对。必须是双方保证是攻气可入，然后杀气。就是您说走这个。走这个是好像是局部是一个打劫。因为你挤进来我这一班嘛。眼见的是一个劫，你打我打劫。是。但没有走。那也许还是虎一个好，我发现。就是马上打劫。因为你黑棋不走的话，我一走同样是能杀你。对。但是你走的话，我这一扳是一个紧气劫。那后来的话，黑棋一扳这个的话，是一个等于缓一气，好像对黑棋有利的。对，缓一气双活的劫。所以白棋有可能虎一个，这样的话呢，打这个劫的话呢，比后来接一个那样打劫还要好一些。是。不过后来就等于现在走这黑棋在这个地方开始走了一圈。对，黑棋他可能觉得也不想跟着你硬了，跟着你硬的话就主要这里面已经被你便宜了。对，所以他现在觉得形势不利，他杀出来了。其实这棋我觉得很厚实的压死，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这边要吃你这边主要是这个地方。因为后来被黑棋这个尖出来还是有一点看不清楚。对，挺危险的。对，这尖出来还是挺严厉的。走这儿了之后是尖这个。这个可能顾子豪稍微黑棋把这拉出来，他可能在他意想之外。没错，这一下子当时这里就乱了。其实我当时在想，甚至这时候我就是我不让我牢牢的把你这几个你掉的时候，我就把你我都不跑出来。我直接就把你这五个子吃掉。意思是要也是非常厚的，你这边肯定要补了，你现在这边再不能被我出棋了。那我这边再攻你什么的，这吃掉非常厚实。永绝后患。对，我觉得这样白棋也是非常的好下。对，但是快棋他可能没这个心情。 对他肯定是这地方眼见的有棋，他肯定要想站出来。被这个双出来，柯洁在这个胜负处也是非常敏锐啊。形势不利之下，然后进行各种非常的手段。是。这边搬下去打，然后剪穿。对，非常的机敏。长。这个时候一下觉得乱了。对，这时候被尖出来以后顿时感觉乱了，因为这四个子还是非常大的，被黑棋吃掉，所以他又不可能，顾子豪又不可能轻易的死掉，所以他现在出来。收气。对，不过就是好在这个时候黑棋他还有个弱点啊。对，只有一个猴的弱点，所以他必须得补。他是补了。这时候仿佛黑棋看到了一丝曙光，当时。对，当时觉得好像白的也有点无对危难这个地方。对，那边是这边这一块棋是不能死的白棋。很乱了局势。
或者还实战就度过了。嗯，他是先冲了好像。啊，他先冲了一下。嗯，这个冲也挺关键的。对，长了一口气，因为你挡不住，你这边一断，气全是紧的。断完一突打，或者冲了一打，黑棋现在这个气全是紧的，所以挡不住。黑棋很想把这一口气紧住。对。但这外面这冲了一打，这就是漏了，只能长。扑。嗯。这个当时还想了一下，他在想是不是能这样直接开劫，但是他看这边黑棋这个断有很多劫材。对。他后面还是选择了提，嗯。是。打。然后这时候顾子豪就非常凶啊。从这边尖，他可能他也看到了黑棋气紧的弱点。嗯，他觉得自己呢，他现在这几个子是不肯死的，他觉得正常在走，不知道走什么，走这个的话被黑棋一长的话呢也不舒服、啊、对，不舒服，所以他想这样尖顺势，这是一步非常厉害的棋，我觉得。嗯，把棋形给他，对，把破坏了。如果长他顺势这样冲了拐了冲，再这样长出来就比刚才好多了。对，其实这时候黑棋好像可能还是应该挡一个，后面挡我是不是断啊？断，我再长一个还是好一些。哦，首先呢，我防住了这个袜的这个袜，你这个袜变成后手了。嗯，就当时杀气的时候呢，对，这个多个断的会好不少，而且这边现在这边还有一段。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走哪儿，黄老师，我这棋走这个吗？嗯，走这或者顶出来，局部来说，嗯，但是这样交换两下，我觉得总是好的。作为黑棋来说，嗯、后面被白棋这样接住的话，这白棋棋形太完整了，对，你这断着一下总是便宜的，总是的。一个是防住你这个袜的收气，二个这边还有一个断，对，劫材也好很多、嗯。可能还是应该挡一个，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乱一点。没错，嗯，他实在是长这个是吧？实战他好像没有，他好像去搬这个了吧？哦，他搬的这个。因为你必须，你现在你搬这个，你不本身局部被白棋侯这个的话，你这边是死的。对，他是眼杀你，嗯、然后你气杀不过他。现在黑棋作为黑棋来说，必须得揪住白棋，要不就把这块杀了，要不就是总得那个什么，所以他必须得走。他当时肯定是也没想明白。嗯，没错。嗯，就这时候其实白棋有一个非常简明的下了，就这时候一挖。嗯，对，这个好像是我们说是挖完一段，一下子黑棋的气就少了很多。对，接这个地方呢，将来是算白棋团掉的。嗯，白棋是七口气，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对，黑棋呢这边这个地方其实只有一口气，这个里面。对，这边要先手长出六口气，好像是很困难的。我看好像不管怎么走啊，立一个这已经是感觉上是最长的，但被尖住，这边就算团掉，好像还是一二三四五六口气，对，六口气对七口气，局部就已经死了，跟这儿没关系。这时候等于说是顾子豪错过了一个一击制胜的一个手段，是、嗯，这可能当时他也没算那么清楚。嗯嗯嗯，所以说当时可能黑棋还是挡这个还是一个要点，被白棋接住。对，对，那样更复杂。对，实战接、这时候也非常机敏啊，柯洁，因为他一看这被挖住，明显气不行了。演不了气了。嗯，所以接。就等于这一下子又到这个地方了，问题在这儿。这个里面是一个打劫双活，所以这每一手棋啊，我们看基本功很重要。这黑棋断了立也是好棋，对，创造了一个对将来扑将来断的劫材。要是你不断了立被黑棋接住的话，这就没什么劫了。对，因为将来你再断的话，他将来打进来这是带响的，所以这每一步棋都是需要很精细。对，这个是走到了。然后白棋现在提，黑棋提劫，白棋弯了一下，反正白棋就是无论怎样都要打这个劫，对，要把这个一步一步把你打爆。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黑棋现在我接了以后，我这气比这块多了，
那白棋既然这杀不过这边，他只能在这边必须要打赢这个劫，将来要挤了，撑住这个劫以后挤了打进来，缓一气。是。这个时候是黑棋，好像黑棋是有断一可个早能劫吧？啊，是。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这时候好像白棋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招制胜的下法，对，我们看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断这个？是，这个是绝仙。这绝仙我断，我就先把你打中。好。我现在直接就来，要打赢这个劫挤进来。挤进来，我必须得打对，挤劫，然后冲这个。这个你如果硬的话，硬这边的话，那我提，你这还有一个扑的扑，劫，提。问题是我这边断还是劫？对，你如果硬的话，这被我提过来，你全盘就没有劫没了，有劫了，因为你不管走什么，这我直接下一手就直接就把这个打了，对，我这手棋我都胜了，我。黑棋可能只能是这个了吧。这个我还不见得给呢，我这将来还有立的劫。对，这好像黑的崩了，关键是我这吃完以后啊，我这边冲了，对，这全一是冲，漏的，这中间全死，所以我这个劫不给你了。你这边如果即便让你活了，我这边还一冲你就全部崩是的，了。所以说呢，冲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硬了，你只能是挡这个，那就形成一个转换。冲的时候，哦，对，打这个是。那我把这个吃了，是，那这也不行啊。主要是黑棋这里都死对，了，这边这个问这题，块大龙，虽然你吃了这个转换，但是我把你这边全吃了，这一块还没活。对，这样黑棋不行，白棋太厚了。是，所以这这时候，个可以把这个断的对，这一瞬间可以续一对，个子断好像财。白棋有一个一招制胜的把黑棋击溃的下法。是啊。实在实在是是顾子豪硬了一硬，个，可能他还觉得自己的空对，间比较大。但是顾子豪这时候呢也算了，算气也很厉害，他这个扳他觉得是个劫财，其实我觉得黑的要是顽强，好像他实战是没顽强嘛，战略。对，黑棋可能只能是这样顽强一下，因为你现在消劫不对，现在消劫被白棋这个哇是个要点杀气的，然后这一双，这样的话呢是明显。好像是快一气，提的时候呢可以记挤进住来，这个题本身不言弃。白棋是七口气，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话呢白棋快一气，所以黑棋这时候也不能消劫，可能就是王湘英说的刚才接这个，接住，主要是也是在打劫，但还是是这打，儿我不让你再创造劫财对，了，这样。白棋呢现在呢，这边收气不是劫了，变成。实战后来的爬长的时候呢，白棋这个爬收气还是劫，对，所以很难办。现在就是变成这个就是这里，但死拼这是个劫了，这里其不知实道怎也么不样。知道怎么样，白棋劫也挺多的，就团，就提，我如果自己补一个呢？自己先把这个劫补住，我就入。然后再提，我也找个劫吧。那黑棋再想办法，这连两手棋把这边做活，不知道行不行？我还有一枚劫财，两枚，我还有两枚劫财。你急了，这边应该都是劫吧？对，我还可以一枚、两枚、三枚这样找。那等于您这儿要走，我应该会应吧？比如说我连扳还是断？现在你因为你这边气紧了，我也可以紧气了，说不对，定。是，断我就算是你的劫。总之这个接可能会好一些，确实是。对，就是复杂一点嘛。复杂。如果白棋只是吃这个，黑的能活的对，那样的话，话还可能还也很难还说。对，好吧。比如说能两手去做活的话。但也不一定就能活，因为我这手棋先接住了，先下了一手棋，防止你这边冲。对。如果能活，黑棋还可以，两手棋。对，这个还复杂一点。可能这个接可能是，它实战是长了，长了一个。这样，它实战是长，可能长有点问题。
长一个白棋都没有在提劫的时候，白棋就把这个爬了。白棋爬，现在爬黑棋还是得硬。对，真好硬。发现这时候提了一个劫。黑棋是先走了一下吗？啊、黑糖先走，在这个之前先走了一下、很早走了一个。对，然后不然这边挤一个，这棋差两棋、对，然后白棋现在提轮黑。然后柯洁是很匆忙的，后来读秒的时候拖了一个，拖，白棋继续硬，提过来。其实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算清也不容易啊。是，尤其顾子豪，我觉得后来他看清楚自己算一期，对，正好快一期。嗯，好像后来复盘的时候，柯洁说他但是也不太对，即便打劫，这样，你的冲。这个肯定是我打不过了。关键是你这个地方冲来牵着一手棋。如果说我是这样，那我把你这先吃了。吃了我，你这边还得做活。我就是想说，有没有可能我已经活了呢？想先手活是吧？就是我如果是补上，这个局部，好像是不是要杀你还也不容易。因为我一冲完有先手眼。对, 对, 对。活棋好像是，我如果杀的话，你这一打基本上就活了。是，看一下，如果你顶，顶你没事，我就打二还一就行。不是，你即便把这提，把这个子提了，我这边也大伸腿不进来，对，头是软的。对，那我就是活棋。嗯，那这样子，我是不是把木也算破掉？嗯，这样可能还能下，但是你这个地方。我如果尖的话，那边感觉上，我觉得可能还是白棋形势好，因为黑棋全盘就是十三、十八目、二十目，将来算另一个，这里冲的22目，32、45目棋，黑棋大概，白棋这已经10、20、22、23、24、25、26、27、28、29、31、32、33，眼见的白棋的空已经35目了，我再尖再攻一攻，觉得好像也是白棋形势好一些。对，主要是黑棋这个可能是负担浅目，白棋能抢到这个，对，就形势也不太乐观。不是，但是呢，实战是黑棋提劫，然后。白棋特别机敏的一吃、现在已经不对了，现在你即便再走这个，我这一扑的话好像我关键是我都是劫了，对，都是劫了，我一边、你这局部扑完，对，扑完走是七口气黑棋，白棋也是七口气，就是说我走的时候你必须得硬，等于这些扑全变成劫了，而且你这毕竟被我抠，你走了个单关嘛，对，所以这个劫可能就打不过了，所以实战柯洁，而且他可能也不太愿意，这时候没想过这个自补吧。实战他就是，黄老师，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现在是白棋这个子啊，劫在黑棋手里，黑棋现在如果不是自粘，如果是收外头的是怎么样？收外头，我先给你提劫吧。是，这个不能撞气，找不出劫。我比如说我扑一下，这个眼见的，那我就是继续扑呗。那我这个是这样吗？那你再收是吧？对，我再收。虽然你还有劫两枚，可能我也找劫什么的、你可能这个收外面气可能是比较挺还挺难说的，就是要把这个劫尽量一直缩小缩小。你主要这手棋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如果我能活这个死了倒是还好。可能这时候确实是实战是他可能算错了，对，他可能气看差了一口、现在收外面可能还是这个棋还是有的下的局面。这个
就是再冷静一下再。嗯，因为你收的外面这个街都是很有价值，这个街也把那个劫财补了。是，但你轻易不敢来扑了，你的气儿没有了。嗯，你收外面作为白棋也只能提劫，然后你再扑找劫。嗯，提扑。白棋现在得这个紧气找劫，白棋现在直接收气是黑棋快一气。嗯，白棋还得铺了顶，为了我收黑棋收气接住。嗯，白棋现在还得打这个劫，然后你再找劫，确实是这样。嗯，就是不知道真就硬找他硬了这样，然后怎么弄？白棋可能冲是提，我就这个接手都是接。为什么呢？啊，接你，我就让跟你打。哦，您是要用这个接对制造这边是吧？嗯。哦。反正不管怎么下，实战那样的话，就直接就死了。对。对，其实黑棋，如果就粘上是白棋还不知道呢。你就只能这里打这个，对。这是一个缓冲。你现在得找，反正不管找哪个，下一个不敢乱找了。然后我就一立。嗯，这将来还有断，你如果接这个呢？你挡这个，这断劫在很多。嗯，找这个，这个接还是一个接。然后我一提，白棋就算扑一下，嗯，就算扑一下，再提。问题是我这个冲还是一个接，还有接。对呀。这还能再走一个劫，白棋已经没劫了。不，我现在就是不许，我现在最严厉的好像是断这个。对，因为你这个打不没法打了，打完你就被直接被我打死了。嗯嗯，确实是你这时候可能只能是收气，白作为黑棋方来说，嗯，就是用，虽然说白棋也可以用收气来找劫财，也是非常复杂。嗯，对，因为你这个收气很有价值，对，毕竟还缓着一气。嗯，他是计算的，对，可能这边这时候这个没有，他说没有注意这个接住扑呢，嗯，扑这个嘛，嗯，有可能，就这个地方确实读秒的时候，一下子，因为你收别的话，这个地方被黑棋粘住的话，是黑棋延出一气了，即便挖掉，啊，七，对，因为。他挖完之后我提这个是延一气的，对对对。 嗯，所以他可能这实战被顾子豪这一扑的话，啊，可能有点误算，对，这已经扑完这就没有任何变化了实战，对，就是怎么样都差呀，对，一气了。 嗯，那这盘棋确实也双方下得非常激烈，嗯，顾子豪呢后面计算还是非常精准的，柯洁就是其实柯洁也很顽强，从这个掉开始啊，当时形势不利了，可能，嗯。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精彩的一局。对，这看的大家。但是也是眼花缭乱，看的。对，主要是这一块、嗯、两块、嗯、三块、四块。在一起。对，还有白棋的一块、嗯、五块棋、嗯。最终是、嗯、其实要是再进一步的话，可能黑棋还有一些复杂的。对，就最后一手棋，其实就是最后不接，嗯，继续收气的话。可能这棋还会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后最后是顾泽豪是直白中盘战胜柯洁，对，应该说他还是下的表现的非常的好，对，整盘棋走的都很紧凑，嗯，体现他非常强的实力，嗯，是。那么柯洁呢输了这盘棋、嗯、也就是遗憾的没有能够进入到龙星杯的半决赛，嗯，这样我们半决赛的是不是四个人都已经出来了？对，
连笑对姜维杰，谷子豪对许家阳。好，那么观众朋友们，这盘棋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谢谢大家收看。